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我们已经到杭州了，现在已经是凌晨了。明天联系了品牌方，我们要去选一些好看又实惠的服饰，还有鞋子。今天开车特别累，我们是从河南商丘一直到杭州，开了9个多小时，还好我们顺利下高速了。明天做了核酸，我们就去选品了。今天晚上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我们现在来到杭州了，然后再选361的运动服饰，今天给大家试一下衣服。这边有好多，这边很多，都是我们接下来要选的衣服。我身高没有摇晃的。把那个拿过来，这个也拿过去吗？就上面四个码吧，下个码就下一个。可以呀、哎，特别好看。嗯，来一双有吗？先圆一圆的。对，是很运动的感觉。哎呀，瞬间20几岁了，哎，你瞬间20几岁了。你还不说你十几岁？十几岁还是不好意思说，不然到时候又被很多人说我自己几岁你不知道吧？好看，只是我太矮了。太亮了，颜色。就是啊，这种亮啊。这边还有一个鞋。哦，好多衣服啊。还有这帽子，太多服装了。这样瞬间活力满满的，整个一身。不说价格了，真的很实惠。30号直播，用青春去旅行的账号直播，可以啊，可以，给你，你看很多衣服，哎，这些衣服也都很好看哦，你多试两件衣服吧，是不？是。反正两个人都可以。哇，这个衣服很轻。对，这种属于轻薄款，因为当时有一种羽绒服很火，是什么呢？就一卷，直接一个手提袋，或者说一个小的一个东西，哦，那样的就直接很就衣服小。了。对，它这种就属于随身携带，轻薄款。啊，轻薄款的羽绒服，两面穿。这是外面像女生款，对，里面就像男生买穿。件衣服的跟两个人对，对。就一件家里衣服面，俩人对吧？穿。家里面对象就跟对象身材啊、体重差不多的，那完全一件衣服可以两人穿。嗯，看起来是不就是？要在那里穿脏了，反过来再穿几天。挺好看。嗯。这个好看，嗯。这两面款。其实这衣服更潮一点。99这么便宜吗？现在？现在这么便宜了吗？几十块。咱们这都可以卖，这些都可以卖。哎呀，你身材好，穿啥都好看。七零款的话，这个就可以签的。这个吗？就是我这个样式会大了一点。啊。这就是男女都能穿。可以。然后刚好还有一条内裤。这个很好看。嗯。里面这裤子、衣服都可以。这好多衣服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我们用的是科技的气囊包设计的，再加那个是，这个是什么呢？那个什么动漫机甲，跟这个是，灵眸系列的，然后是2/2合1。高的，这种比较炫酷。我穿的这一身全是361。只上了三个色。看，100多。就凑了7000多，但它这个不是361，它是联名款，也是很好。361旗下的，今天这个大雨。哦，这个要短一点。这个是短的。对，这个是短的。这里、啊、镜头在这里、啊，他总是去照镜子。这个，这几款都挺好看、啊，嗯，100多。鞋子可以让他们两个自己挑，他们有看的，因为价格。哎，你们看看的也是自己、嗯。这几件都好看。然后这个也不错。嗯。这个好看。自己喜欢的也。这种你不是喜欢这个吗？这个好看。啊。我觉得。这也好看。是适合年轻一些。嗯。这个跟他脚上那个可像。一看还年轻。36瞬间26。
这个好看耶。我也觉得好看，就那个条纹，我刚刚觉得好好看。这可以，我要选，我要选30号直播的衣服，这件可以，好看。要咱们要不要选一下？就是当天直播衣服，还是说这当时这都一个一个全都过？挺好看的，然后这个也好看。我建议你们放的话，主打这个羽绒服。首先这个啊，一个是北国市场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，他是三六零形象代言人龚俊明星，就那个嘛，就这个一次用，哎呀啊，这多帅呀，猴哥穿上也帅啊，明星的一个同款。那这个同时这个面料是三防的面料，三防，对，防风防水防雨啊、哦、对，然后呢这个袖口你可以看到、哦、就这个，对，这个好看，山穿的一样的，这做的是一个防风袖口、嗯、然后这三防就是到时候咱们可以做实验，可以泼水呀、啊、泼可乐啥的，它都会滑下去，不会渗透，知道吗、啊、就是它的抗寒保暖性会非常强，而且里面是做四层锁绒的工艺啊、嗯、三六一给这个头文字 D， 头文字 D 你知道吧、啊、这个是那个周杰伦演的，周杰伦演的、嗯、这个，然后藤原豆腐店的一个是联名款、嗯、对，这可以吧，这个我们直播也卖这个是吧，这种底的，这种底的还透光底，嗯，藤原豆腐店的，嗯，这咋样，都联名款，够用吗，这嘎洋气了了、哦、这个挺潮的，你手电筒带来了吗，我带了，你商丘的呀？不要激动。对呀、啊，老神儿，哎，这好看，老神儿，好看。你商丘的呀？嗯，这个好看，谁呀、啊？我们搁这这个是吗？就刚好他俩都是灰色配黑色，嗯，也行。哎、哦，那个标签，你把他那个标签把它塞一下，它背后有一个标签。那鞋底都带透光的，带透光的，联名款还带透光的，嗯，多透光就多透气。这个然后头纹的地的，这个然后是联名款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相机吗？叫 GoPro。运动相机。哦，1080p， 60张。来，过来吃饭，走下来吃饭。看。我现在回到酒店了，今天试穿很多衣服还有鞋子，猴哥也试穿了很多，真的特别好看又实惠啊！我们直播呢是在30号早上8点就开始直播，是用青春去旅行的账号直播，希望大家到时候来捧场，一定会给到大家惊喜的哟。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